我们这刚才出去了哈，我爸爸这人惜字如金，就我爸年轻的时候，妈，我爸年轻的时候爱说话不？年轻的时候也不爱说话，也不太爱说话哈。就反正我认识他这么多年了，我觉得我爸不是爱说笑的人。就我这一集影片说的话，跟我爸说一个月有没吧？有是吧？一年也说不了吗？我爸不太爱说话，但我跟你说，我爸哈这难开他这口哈，就是吐槽了。我爸刚才吐槽了，吐槽台湾啥事儿哈，咱听听。我觉得我爸说的挺有道理的，这问题不怪我爸说哈。是抓你要是抓拍不着你，我看你这辈子你也拍不上他的。反正问他人就不说了，就不搭理我了，耍大牌是不？嗯，我爸个性就这样，就不爱唠嗑。有人说让爸爸多说话，哎呀，这可真让不了，咋让多说话呀？啊，我爸耍大牌了，人就不说了，知道吧？不像我这一天嘴突突突突突一直说，是我妈。你像机关枪似的，突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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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我这话多就随你，不绝对不是随我爸。哎呀妈，那你随他好啊？随你好，听到没？我爸说了。我爸还挺不服的，随你好。今天桃园天气不错，下了两三天的三四天的雨吧。啊，今天大太阳。这边能看得出来大太阳，带小 Q 来散步，然后我爸我妈先下来运动。这个我爸爸现在用这个助行器吗？这个叫，这是一位我的粉丝姐姐，她之前受伤的时候用的，然后现在不用了就送给我爸爸，谢谢姐姐呀，我们用上了啊，用得非常好，看我爸推得很顺，那个走累了就可以坐下来休息一下。今天这边很多这个外劳朋友啊，带这个长者过来晒晒太阳聊天。哎，这边没太阳，反正就是带着他们过来走一走，聚会。然后刚才我爸问我啊，这儿呢？我爸问我说的，你这儿怎么扫这个扫路面啊？都是这种志工在做，怎么都年轻人志工在做？我爸看到好几次了，都发现说人不一样。这好像是我们这个社区，不是社区叫什么？就我们这几个里啊附近的，然后志工来这个来清扫，好像比较我还是说我起来的时间那个什么不一样啊，比较没看到是那个就是像沈阳那种环卫工人在扫这个路面。 Q 我爸还在那儿休息呢，我爸走累了休息。爸你看啥呢？哈，我看我爸看啥，看那大楼呢啊。我妈刚才说要上那个图书馆看书去，我带小 Q 去不了，进不去。我要带小 Q 先回家了，先去煮午饭。我先去煮饭，我爸我妈还在公园呢。走了 Q， 走。然后刚才在公园呢，就看到一位先生，他就是问我，你这狗狗叫什么名字啊什么的，我就闲聊了一会儿哈。然后他就说，哦，你很孝顺。我说谢谢。我说你也很孝顺呢，有带爸爸出来，就是他在带着爸爸在公园晒太阳。然后我说老先生几岁了，跟我说91、2岁。哇，他身体保养的真的不错，然后还跟我聊了几句，就是耳朵什么的也听得很清楚，只是说眼睛有一点不好。哇，91、2岁了，真的不像。然后他说我们这公园呢，我之前也看过那位老先生，那位老先生的话我妈还不信，她说她有100岁，我妈还不信来着。然后那老先生也是推着一个助力车嘛，像我爸爸推那种。然后刚才那位先生也说，那位老大哥的话也有啊，那位老先生的话我爸爸还叫他老先生哦，那应该真的有102岁，说他102岁。哇，真的那个也不像，好年轻哦看起来。我买了3朵花椰菜，1朵白的2朵绿的，现在是洗完了2朵。哦天哪，我花了40多分钟时间，因为我一集电视剧都看完了，还有一个没洗完。在这里我挑的超级认真，我的天哪，有的那虫还活跳跳的，哎呦想我都起鸡皮疙瘩。真的这也就是戴着手套，真的要是我用手的话我没办法，不敢。哦，昨天在那个好市多带我妈去买的那个什么地瓜，哦好吃，就是它没有什么丝，有没有，就是
就是口感好，没有什么丝在中间。你看，就这样，每次拿出来这样一盘，估计能有三盘，其他的放冰箱先。我们这刚才出去了哈，我爸爸这人惜字如金，就我爸年轻的时候，妈，我爸年轻的时候爱说话不？年轻的时候也不爱说话，也不太爱说话哈。就反正我认识他这么多年了，我觉得我爸不是爱说笑的人。就我这一集影片说的话，跟我爸说一个月有没吧？有是吧？一年也说不了。我爸不太爱说话，但我跟你说，我爸哈这难开他这口哈，就是吐槽了。我爸刚才吐槽了，吐槽台湾啥事儿哈？咱听听。我觉得我爸说的挺有道理的，这问题不怪我爸说哈，挺有道理。这刚才我们在外边回来，然后在车上我爸睡着了，就是睡觉了。我说哎，我说咋今儿还睡觉了，没看热闹呢。我爸说昨天晚上没睡好。我想说可能是我爸起夜多了什么的哈。我爸说不是，昨天晚上你没听着啊，过去个车多响啊。我爸说哪都挺好，就这半夜这摩托车呀，哐哐哐哐哐哐哐，确实哈，确实。妈你听着没？我也听着，听着了，挺大声。困急眼了就睡了。前两天有一回，两点多，半夜两点多呀，啊，给我整醒，也是那个汽车呀，啊，是汽车摩托车，不知道啊，摩托车，你咋知道？突，还带一喘气儿的啊，我连环的二踢脚，我妈还会学的呀，他们家放出去一个，完了儿，我再胖家再放，哎呦我的妈呀，整的我下半夜。就起来最晚那天七点多就起来了，要不然我五六点钟我就起来了。也是因为这个什么，啊，这个车呀，我老长时间没睡着。汽车妈也有这样的，哎，我就说实话，我有点不懂，就是，我这个看我影片的朋友们有改装车的吗？哎，你们能不能跟我分享分享？就你把这车改成这么大声音，这个乐趣在哪儿啊？我是有点不懂。你看人电动车都没啥声，没声哈。完还有人喜欢把这个车改成很大声的，就这种这个，啊。然后尤其半夜哈，很静了哈，然后通一声，咚咚咚咚咚咚咚。咋不到你来了？怕别人不当你来了。啊！我刚才让我爸再说一遍，我说爸，你说一遍，我说我给你拍下来。然后我爸跟我耍大牌，不拍了。我说我妈说吧，啊，人家不跟我说了。你让他说，他就不说了。对，我爸一般说话拍不下来。偶尔还能，那你得抓拍。抓拍不能一直拍着呀，人我爸不知道啥时候抽冷子整出来一句。抓，你要是抓拍不着，我看你这辈子你也拍不上他的。反正问他人家不说了就，嗯，不搭理我了，耍大牌是吧，嗯？我爸个性就这样，就不爱唠嗑。有人说让爸爸多说话，哎呀，这可真让不了，咋让多说话呀？啊，我爸耍大牌了，人就不说了，知道吧？不像我这一天嘴突突突突突一直说，是我妈。也像机关枪似的，突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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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我这话多就随你，不绝对不是随我爸。哎呀妈，那你随他好啊？随你好，听到没？我爸说了，我爸还挺不服的。随你好。哎妈，你说我爸是不是因为这回有病完之后就说话？反正，哎，我爸现在说话等于说是压迫语言神经了，是不？你觉得不？一天一天也不说一句话，谁压迫他语言神经啊？不是你压迫的，我是说脑出血压迫的。我妈还整个谁压迫的，不是脑出血压迫的呗。那你看他说话，你现在嗓子也不清楚，那声音是不是越这样事儿他越不爱说了，话更少了，是不还是因为岁数大了话少吗？那刚做完手术那天，那个你就跟他说话，你就爱说。那可不咋，那拔院那回第一个手术刚做完前可不清楚咋的，往后来上了一大二院完就又不清楚了。我那回还说上那个拔院，我还说呢，我说哎呀，这说话这回我爸怎么声音还清楚了，你忘了我还说来着呢，我舅打电话也说了，现在又不清楚了。完我爸再加上哎呦，但是我爸多少年了都就我有印象以来我爸真不爱说话，我没赶上他爱说话那事儿，没看着他那时候。从来上班前就没有啊，上班时候也不爱说话啊。那就是干一辈子就这样，就是干活哈，山东老倔头。
我跟那个什么观众朋友都说了，山东老撅头，对，真的，真的哈，有名儿是不？他也有名的撅老头，不像人家那油嘴滑舌的哈。嗯，他跟我二叔跟我老叔也不像，跟我三叔一样是不？对，咱家我爸有四个兄弟，就是我爸老大，是一共四个吗？一共四个啊，说要说我爸有三个兄弟哈啊，一共四个，然后我爸老大，然后呢？还有一个三叔，我爸跟我三叔的个性一样，就话很少。妈，那个有粉丝朋友还说，就是说这个啊，爸爸是不是心情不好哈？就是然后才这个不爱说话，然后也不笑什么的，很少看到他笑。哎呀，那可粉丝们可说错了，他这个人呢误会了啊，真的，他这个人呢，哎呀，怎么说他呢？这两天在公园看到就跟他同龄的啊，哎，跟那个一百零几岁那个，一百零几岁那个啊，唠嗑啊，跟人家聊天的呢啊，那他俩口音能听懂吗？能啊，哎呀，他俩还能聊上。今天早上九点多去那老头就跟那坐啊，完了叫他过来，叫我爸呀啊，他说的我搁这歇一会儿啊啊，那就歇一会儿啊，哎，那挺有意思哈。歇完一会儿，我说你过去吧，啊，过去。唠会嗑，哎呀，我爸还能跟人家唠会嗑呢，嗯，太难得了、就是。但我爸不是说心情不好，对，嗯，不是跟心情没关系，就是不爱说话人。嗯、他来，年轻前就那样。但他在这儿，我看还没啥事儿，我逗他啥、啊，他还笑不少回呢，还。这花啥的了，对他来说，啊、这个风景、这个、天气，嗯、啊，他都挺开心，都挺开心了哈，嗯、啊。对，开心就好，这他就挺高兴了。嗯，就没有什么心情不好。嗯、没有。哇，粉丝朋友还说是不是心情不好啊？都不爱笑，不爱说的。嗯、那没有。他就笑也，他要是有啥事一笑也就是一咧嘴就完事儿了，不像人家那哈哈哈的笑。嗯，对。他不是那样人。我爸深沉哈，深沉低调。啊，要不然耍酷就耍大牌。就咱们小区那个老头他们都是，你看一天。多稳呐，人家好不说赖不说的，人家谁家人也不讲的，啊，不像有的老头乐讲讲这家讲讲那家的，我天哪，哎，这家这小区没有他不讲的，说我爸深沉，谁也不讲，好也不讲，坏也不讲，啊、哎，就是那不爱说话，反正别人说我爸就呵呵笑，听着个呢，啊、听着，他也能管住，我爸不参与就跟他听着，啊，点头哈、啊，就跟他坐一上午，人他。一句话也不说，人家也能管住。那你管不住是不？我管不住。行，今儿聊到这儿吧，明儿再聊。好嘞，拜拜。